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又阁是咱们演讲这部《楞严经》一开始咯。今日呢，进入了第172天。这段岁月以来，大家听经闻法呢，非常的灌注精神。真济人安尼讲啊，讲，拄好听如本法师个开始开场白尔哩。现在发一声，哇，时间到了呢，哦，就是你听到呢，全部精神呢，拢投入去啊。所以虽然呢，一点钟也如同一刹那间呢就到啊，甲你恭喜。如果呢，你若用功听法的话者呢，要开悟本性非常紧啊。你毋捌听咱佛门一句话讲，讲经的讲未开悟。听经听个开悟啊，就是这道理啊。因为呢，听个呢，伊妄悟，听个伊贪嗔痴顿顿啊，听个无明净化，听个伊菩提本性显露。你想看卖啊咧？所以听经闻法呢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重要比世间任何一样物件呢，更加另外重要。因为伊是转凡入性。去开悟正果的关键所在啊！好，注意听哦。咱昨讲的这《楞严经》呢，讲咱来修行人会当跟依空相应，正入诸法的空性呢。因为这人自我道呢，顿断三界，跳离六道咧。那么现在咱运用这《大八戒经》呢，佛祖讲了几句话咯。大八戒经云：众生是不知啊，诸法自性空故，不知脱六道生死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吼？这段一经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若证得诸法的空性，当下就出这六道，断三界。咱之所以无多断三界，顿断六道呢，就是凡夫众生不了解诸法的本体性，就是空性的。如果你若知影讲人生宇宙的实相，本来是幻化虚妄、无我的，以空相应，应该你恭喜咯。你无想要脱离六道，无想要顿断三界，嘛由不得你啊。你无想要开悟正果呢，唔是你会当做主的啊。所以呢，正的诸法空性就是合乎真理。正的诸法空性是转凡入性一关键所在。所以千经万论呢，佛祖就甲咱讲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无一尊佛呢，讲伊会当远离净空灵性物的啦。无半尊，也就是呢，每一尊佛啊，拢爱经过呢正的诸法空性而成就佛道。这个问题非常要紧的呢。好，有了慎重起见，咱运用经文，听佛祖安尼讲下，佮讲一遍。大八戒经云：众生是不知啊，诸法自性空故，不知。发六道生死，你注意看啦，有非常的清楚啦吼。那你讲话拢引经据典啦，哦，是讲话自然呢，
就铿锵有力啊！咱唔敢骗家的意思，哎，运用佛祖讲的，听看卖者呢。好，咱再过听好。那菩萨，伊如果想要成就佛道呢，伊必然爱庄严净土来度化众生。那么庄严净土，就是为自己呢完成大智慧。那么度化一切众生呢，就是所谓完成一大慈悲心的圆满。所以咱前五分呢，叫做彼地圆满啊，大慈悲心含大智慧圆满。那么大家这个圆满的时呢，那么伊就成就佛道的时阵啊，我再个运用这大不遮经呢，佛祖伊讲哦，菩萨、摩诃萨不净佛国土，不成就众生，不能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因缘不具足故，不能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嘴观有精神吼，总共一句：菩萨来完成无上的佛道，伊必然爱经过呢庄严净土。这庄严净土呢，有两款的情形。第一，就向伊自性的净土来讲，也就是呢，去除伊自性内底三毒的存在，也就是讲这个贪嗔痴无明烦恼呢，一概的净化掉，出离自性净土现前。那么第二来呢，就是庄严这个世间的净土啦。比如无尽以刚经说法，那么当然自己呢漫向这个呢解脱路线。那么大地一切有情听你刚经说法，以善根渐渐成熟，慢慢呢以自性净化，使得这个世间展现出呢人人修呢三归五戒菩萨戒。修修仙，最后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？人间净土。咱只讲人间净土，人间净土何为人间净土？是人人修这个五戒十戒，所以杀盗淫妄一切世间的恶患呢，同一时间消失。所以大地呢，天然一片呢，一祥和，一净土。那么菩萨就做这个工作啊。这就是完全的把身躯生命奉献，就哪像像咱世间人讲的，拿着燃烧自己呢，照亮他人同款。最后在表面乍看之下，这拿着一直烧家己，一直燃烧家己，烧到家己真正无去。那么，伊相对伊这个光甲热呢，相对互众生得大利益。那么，互众生呢，因为伊。恭敬说法，使着伊呢心开意解，茅塞顿开。最后，大地一切有情呢，先望佛菩萨的恭敬说法。那么，伊也是温暖伊自性，净化伊自性，开悟伊自性。这呢，就是菩萨的任务啦。我拄仔讲过了，在乍看之下，那亲像伊了了啥，伊缺了啥，哦，但是伊无了了。伊无尽伊恭敬说法，伊就无尽伊敬重家己智慧，无尽敬重家己福报，无尽感众生结善缘，你看福偌大都好，发偌大愿来成就伊愿，伊福报就愈大个。啊，愿愈细人感召伊果报，伊福报就愈细啊。哦，那愿大量大福就大，愿那是量那是。福报就是，所以菩萨不仅燃烧自己当中呢，去成就伊自己呀。那世间人讲呢，叫做是教学上长啦，是不是啊？哪教哪学，哪学哪教，哎，那个进步上得紧啦。我听真济社会上教授还是老师呢，讲哇，我虽然读个博士毕业啦。可是也无教学生，虽然读遐一册呢，毋过过无半年、无一年呢，甲过去所读的一切学术、甲功成呢，
我煞无形中渐渐淡忘，准备记起啦。哦，你又在这所在？啊，你那无尽一直溜，一直学，一直溜溜，一直学，一直研究呢？哎，一直分析，一直分析呢？哎，一直调拨。那菩萨也同款啊，无尽一直溜这三藏十二部教典，对伊来讲能自性解脱，对他人来讲能利益一切无量众生呢。所以呢，哪学哪教，哪教哪学啊！哦，十方三世诸佛就是安尼成就的啦，是不是啊？譬如讲，如本法师呢，要讲这部《庄严解脱开悟在楞严》的这部《楞严经》呢，是不是我有滴要教学，有滴要讲经说法？那如本呢，一渐自己呢？就秘密的点点的研究，哦，伊就认真踏实，凭这三藏十二部教典的义理，来证实楞严经，充实楞严经，了解楞严经，贯彻楞严经，这对我自己，我爱恁做，我恩人呢来恭敬说法啊。如果我呐无了解楞严经的大义，那么我恭敬说法，这边破掉的，那边也未通。这边有障碍，那边讲了未圆满，哎，你要如何度众生啊？绝对无法度代志。啊，那咧讲起来呢，就是因为事先如本法师呢，还未讲经以前，就已经呢研究过楞严经啊。如果不了解楞严经，因人讲经说法啊，是不是啊？安尼是不是呢？菩萨有了要利益大众，因此先自己利益了呢？无唔对，这个教学上中的道理啦。那么菩萨也就是在这款教学上中的当中，累生累劫呢，拢做这个工课啦，人最后伊成佛啦。你想看嘛呀？哦，这段非常要紧啦。菩萨有滴要成就以后伊佛道呢，因此无尽伊是庄严净土。无尽一直度化一切众生。如果伊无庄严佛道，无度众生呢，哪里能成就呢？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绝对无法度，因为你因缘无具足嘛。哦，你度众生的心无圆满嘛，度化众生的大悲愿呢，无成就嘛，智慧无成熟嘛。所以唔得讲，讲何以故？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因缘无具足啦，所以不能成就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道理在这所在。那么，因为这段实在太庄严、庄严了咯，有滴要慎重起见，和你我大家人人会当了解到，咱修道人爱针对什么目标、什么宗旨。如果修呢，怎袂依附来脱尽呢？咱如本，佮运用这大八戒经，佮念一遍啊，注意个听好。大八戒经云：菩萨摩诃萨，不净佛国土，不能成就众生，不能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？因缘不具足故，不能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啊吼，甲注意再多去讲一下，因为这段太好，阿伯去听好，去听好。那么在修道过程当中，这个方便法门呢非常要紧。有阵时啊，直接甲你讲实教。讲端正诶，讲正经诶，讲庄严诶，讲解脱诶，你都听袂对。所以有需要加即有种种诶方便诶，铺路互你行，出楼梯互你爬。那么渐渐爬到一个阶段时呢，甲最后目标嘛会到嘛。所以法华经讲一句话啊：善意欲高千啊，修行入菩提啊。就讲要掠只鸡仔来讲。你也了一只米啊！你无了一杯米呢？因能掠只鸡仔掠到呢？这杯米甲摇去，
鸡仔看到这米呢，甲烧来，甲烧来，甲引诱来呢？你的目的唔是要夜米夜虫呢，也唔是看鸡仔高追，才看水呢？你的目的就是要掠鸡啊！那么这边米你无夜去，鸡仔未来。有了要鸡仔来，有了要掠鸡啊，你还要这边米？这边米夜里甲地呢，有价值，有意义，叫做方便呢、啊。那么最后掠鸡仔掠成功，这就是灾啦。所以佛经讲啊，先与欲锅牵呐，或令入火炙啊。众生嘛，同款啊，用这钉头给伊，哦，伊要食这钉头，要沾番鱼，咱就给伊番鱼，给伊沾不要紧。大地入牛啊，咱比上个清楚哩，咱动机皆不离。最后达成诶。度化众生，和众生的心会开，会开悟正果，和幸福，这是咱的目的。哎，啊，三个方便，譬如讲，这人啊，去帅气，搁兼当业主啦。嗯，你来看，人阮的喙齿呢，拢从起来喙齿，我业主拢当的，叫做喙齿当业主。意思讲，这人呢，足无公义。这人呢，做爱钻的，做爱编的，做无信邪的，咱通称叫做这人咧服侍天主当业主啦。那么这人咧上歹多呀，上歹教化呀，上顽固的呀。哦，那论世间嘛，这款人上无正经的呀，无唔对。那么你袂当硬对硬，譬如讲，伊本身呢，爱做歹代志呢，你就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讲。你著找准的伊，含什么代志较相应？看任何的因素，阮呢，伊较会相应，较会害。你暂时含伊做同事，含伊搬烂，含伊加滚，但是动机者不灭哦，唔通合流变成动物哦，爱合流不动物。最后达成我度化伊呢，来何伊啦？合不相应啊？比如这人都唔幸福呢？哎，你就伊爱看电影，你就含伊看电影，好、哦，伊渐渐哎，你互伊有爱心，你含伊结善缘，伊对你呢无防心，对你有安全感，对你呢，伊这人袂占我便宜，渐渐两个缘就接近啊。然后你啊讲啥，伊就听下落去啊。哎，这个啥？先以欲锅牵呐，或令入火炙啊。哦，就是这道理。就先一个甜头给伊，然后伊对你有信赖了后，你讲任何啥物话呢，伊就听下去啊。这个合佛，伊就合佛；来拜佛就拜佛；来听经闻法，伊就听经闻法。所以这方便法门非常要紧呐、啊。无你无熟悉，所以伊拖来呢，就要叫听经呢，脚添入去睇啊，脚添要看到鬼啊，走哪飞呢？哦，啊，那你讲起呢，方便的法门实在太要紧咯。所以讲，无方便的法门啊，你也修未开悟真久呢。那么，咱咧讲话是有根据哦。哎，涅槃经佛祖伊讲话咯，虽得戒定慧啊，无有方便，不能解脱。哎、欸，你对有看有清楚啊？吼，意思就是讲啊，虽然你得到这个戒定慧三不老行，哦，即世界后禅定后智慧，这是恭喜的代志。唔过你若无种种方便的法门呢，你无可能的大家解脱圆满呢。譬如咱的目标设定呢，伫这十楼的所在。你如果若无方便的这个基础，屋地也是屋两楼爱三楼，啊，然后地也是三楼完成这地基了后，再贴呢第一楼、第二楼、第三楼，站站甲起起，这就是方便呐。你无可能讲空中的楼阁啊，地下室三楼我无爱甲起，无爱甲建设，直接储存起伫空中。安尼无即一楼二楼甲拆掉的，安尼即经书叫做空中的牢固啦，永远不能成书啊！不但不能成书，阁坏书，当时阁无可能啊！
你观观看世间所有老厝，无一间厝公的厝起伫空中的当中呢？空中的楼阁就是这意思。是暗示讲，这件代志根本就无可能会诞生呢。那么个修道也同款呢？目标设定是成佛，但是你未当无持戒，未当呢无所缘呢自禅，未当无听经闻法，未当无呢普通三种教典呢，这拢是方便法门。你无经过这个阶段，直接呢，你才有可能呢来成就呢所谓的佛道呢。好、譬如讲你去种田呐。这猪肉就好，咱吃的米啦，你用一碗饭捧起来后，要经过偌济手续呢？这碗的白米饭呢，你也想看卖啊？我分析家里呢，你怎惊了啊？第一，就安尼，咱爱先尊重、先尊敬的农夫，遐老百姓，咱尊重百分之百尊重伊。伊透早困醒，目睭累累，唔知困好是无呢？透早入眠床了，头一个食饭饱，伊就走去田里啦。要创啊？夜切甲子，在阿未夜这个切甲子以前，伊都爱用呢耕耘机呢，把这田呢甲撸平平平，把迄土呢刨散去，阿个淹水，淹水了，这头一个阶段。第二就将这个稻啊，这稻啊给压落去，压落了后就等候呢，伊怎呢有稻苗，黄啊就掉，大长了后还佫烤一遍，好手续偌济呢，烤起了后，再请足济人呢来稻插黄啊，即个用这个插秧机较紧啦，较早拢一丛来种黄啊呢。无开嘛。那么黄仔是种了了，算安怎？爱灌溉。你若无灌溉时啊，这芳会一个田呐。你渐渐大长的时，哇，算会生草，就去烤草。烤草又搁烦恼呢，大长了惊拄着风台天啊。像今年都讲这个地瓜淹水做风台呢，吼，咱台湾报道呢。欠债五十几亿啦，损失五十几亿，房贷就垫在你家地吼，在台湾报道呢，即农夫呢了五十几亿个，惊死人呢。那么大长了，还佫经过挂钓啊机呢，佫挂钓啊，挂起来了，还佫晒钓啊，晒钓啊了后，还经过米加碾米啊，佫加米啊，然后唔是代志就好啊呢。爱经过咱阿爹、咱阿娘呢来煮饭，这手续啊，一层过一层，一步过一步啊，非常的辛苦呢。莫怪讲粒粒皆辛苦啊，莫怪这道理就是安尼啊。一粒米比一粒瓜一点分的更卡呢，卡人家伟大啊。所以一碗饭去捧起来，足单纯，敢一碗饭尔咧。头前的手续呢，是一步过一步，互你感觉呢，真甘心啊！因为我是庄稼人大汉的，我足了解这个事实啊。所以咱就要讲话啊。那么头前的布鱼仔也好，野豆仔也好，烧草也好，挂地瓜也好，晒车啊也好，种种一切呢，拢都是方便法。那无种种这方便呢，这碗白米饭无可能摆伫你眼前，互你享受了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，所以讲完成一界定位啊，头前所付出的代价的因呢，实在无量无边，不计其数啊。所以这环境讲之后，我真感动就对了。因为虽然得到界定位。要得到这界定慧的果的以前，那无种种的方便呢，不能解脱啦。实在百分之百有道理咧。方便法我要紧，搁做一个批论啦。我的目标是设定伫这台北，
人阮日本要到台北，这正确。要到台北是目的，是最后的终点。哎，有四条路会当去，有四个方法。第一，我会当坐飞机啊。第二，我本身会当的坐公路局的中银号，哎，国公号，走只纵贯线就对啦，会当用这个方式。搁第三，我会当坐呢，哎，巴士还是开车人甲我载，经过高速公路，或者国道里走。第三款的方法。过来，搁一款，反正食饱无代志，用用啊，唔捌坐过船呢，船就来懵住。那么坐船呢，同款挨冻呢，为高雄坐到台北去了。哎，是不是啊？无唔对啊。所以阮特别讲话啊，坐飞机也好，坐高速公路也好，走纵贯线也好，坐船也好，这拢总是方便法门呐、啊。最后达成到了台北，这就是目的啦。那么你要大家解脱、开悟、建构生活，都要有种种的法门。一切法门有真多，拢是构成开悟、建构生活的门径呢。哎，你做清楚吼，这点都要紧的哦。总是呢，修道要有方法，所以咱。佛经有讲一句话啊，方便有道门啊，归元无二路，这也就是在咱本经楞严经讲的，这个修道的法门是84000法门啊，有够多，但是要了义哦，无了义的经典虽然有道门的法门，也是呢不能引导你呢开悟正果。在这所在，咱所讲的这个方便有道门啊，是指着明了义，叫你踏向开悟正果的门径。所以这个方便的法门有足济足济，归元无二路。最后你成就佛道，最后的终点归宿，无第二条路。比如台北干一位尔，无可能讲去台北啊，准走去华盛顿去啦。还是讲你要走去台北呢，结果就去东京去啦。还是讲你要台北呢，结果结尾呢，加拿大去啦，安尼就有问题啊啦。所以目标加一位尔，成就佛道加一款尔，安尼就清楚哦。但是你到台北来讲，你看方法是偌济种啊，叫做方便有道门啊，归元无二路啊，就是这道理。好，注意，咱们要讲话哦。佛啊，是经过呢戒定慧圆满。佛是经过三代阿僧祇劫修行而成佛的。佛是人天的导师，佛是世间的主。佛自己呢，伊就是因为修个开悟正果，实现来人间呢。其实，佛是已经道成累劫。修行而成佛的，跟咱同款，为一个烦烦恼恼、苦苦恼恼的凡夫众生呢，听到如来正法了后，也来修行，最后已成佛啊，安尼明辨吼。所以佛祖经典讲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呢，以大乘法来讲，用足几遍啊啦，才讲8000遍之多啊。咱若无咧福报因缘，就拄未着啊。那么拄着人是非常的知啊。所以有阵时咱参咪讲，咱就做无福报呢，拄也未着，自然咧惭愧心咪生起来啊。虽然人间8000遍，连一遍都拄未着，这唔得哭还要笑你咧，总是要拄做会着啊，相当福报呢。来，咱咧讲话要有证据哦。唔好凊彩讲讲呢，我着运用这涅槃经呢，佛祖呢，伊讲话啊，我以无量劫中继续成就，遍观三界所有众生，无有堪任为我师者，为欲随顺世间法故，
是入学堂，故名如来应供正遍地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吼、哦，这段涅槃经意思就是讲，伊讲我释迦牟尼佛啊，也已经在无量劫以前所该修的已经修干呢，圆满啊。那即卖人讲叫绝学无学啊，那阿未大家绝学，一个都一个恶呢，安尼唔是叫做继续圆满成就。这家伙用修个多生累劫，最后已经成佛的人啊！所以现在这人间安怎呢？伊就讲话啊，遍观这三界内底所有救法界众生，无有一个众生会当堪受受释迦牟尼佛，互伊拜为师的啦。接着啥呢？遍观三界所有的众生呢，无有任何一人会当堪忍。用你的主任老师，你的导师是什么人？好、啊，这哦，张正国啊，张正国就是主任老师啊，伊在堪任做老师啊。佛祖讲哦，伊讲啊，遍观三界所有人天呢，无有一人会当堪任做释迦牟尼佛伊老师啦。因为三界内底所有的凡夫众生，无一个开悟证果成佛的。在这总共之下，佛是用超出三界人啊，因哪里对这凡夫呢？会当堪受释迦牟尼做伊老师呢？无半个就对啦。除非你也成佛，啊佛都唔免个佛教哩。所以呢，咱就要讲话，那你讲起来释迦牟尼是讲一句公道话啦，伊也讲出实在话啦，人阮已经成佛啦。那这人间只是一个游戏人间，那这世间是有任务来，是免呢多加诸旁普度一切众生任务来人间呢？现在讲为欲随顺世间法故，是入学堂。佛祖来人间是种实现的尔呢？你别再讲无代无志哦，伊这净饭王摩耶夫人哦。甲释迦牟尼这大太子生出了，那劈就直接去成佛呢？你会感觉这样怪人古怪，啊！你会感觉讲，人伊生出就成佛啦，唔免修行啊。因为我呢算老几啊？我生出是靠要求革命呢，一世代人是忧愁善感的呢，一世代人呢，迄面呢是五朝风尘的呢，面呢拍个几位？嘿，咱要讲话啊！你会想讲？哦，伊是开悟见果成佛啦，我是何等人呀？我都甲伊去比较啊，我是十足苦恼人啊，伊是个清净自在的人啊，伊毋免修对成佛的啊，因凡夫众生全惊着，全无信心。所以人随顺世间人，咧投胎转世，那即卖讲拢吼，啊，假先呢会哭啦，假先去读书啦，啊，假先呢可能娶某啦，假先喜怒哀乐啦。这是现呢，那么伊动机者不明，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是佛来，伊知影，但是伊迄个时阵还未透明化，还未讲诶。那么伊就去大汉了后，就走去出家修行啊，然后是菩提树下呢，但成就佛道，光明正大呢，你公开来讲，我已经成佛啦。那众生就讲，这人。伊有法度，我嘛是有法度。伊会成佛，人阮嘛是照伊方法来修，嘛会成佛。就讲众生会拍成一片，较有多回接近的机会啦。佛祖就遐，你那有智慧啊？伊未讲生出了，懂我已经成佛了。人讲你敢会？较比就比两支啦。意思讲阿输了无？意思讲有呢阿打无呢啦？人嘛唔甲你相信无落来，啊，佫二来又众生惊了，讲哦，啊，因免修行，生出就成佛了，安尼我唔免讲啊，我免人啊，哦吼，我免佫人啊，哦，啊，就因为释迦有做有地位啊，伊清楚啊，伊若无安尼做呢，众生无半个，汉子有鬼啊，会接受的啊，伊就假先去读册，
他们去小学啦，即马讲去幼稚园啦，小学啦、初中啦、高中啦、大专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呢，去读册，啊，见头读第一名，吼，这点厉害，爱就讲过了啊。遍观三界，所有的众生，无一个人堪受做伊老师啊，无一个当做伊老师啊，哦，啊个卷舌啦，老师啊，哦，迄就清净哦，无半个就丢了，虚现学堂啊，所以咱净学叫如来应供净遍地，哎，那就清净哦，所以佛祖咱唔是去拜地啊。人伊嘛是经过三代阿僧祇劫来修行的，那么人生观、宇宙观，用贯彻了解，无一丝丝啊、一丝丝啊，讲这个佛祖对这个法无了解。如果要一丝丝啊，这个法佛祖无法度了解，伊不能成佛。哦，种大学课程佛祖有法度有啊，雕虫小技的，欸这太空树遐尼特特的物件，科技物件，佛祖有法度啊，也无问题啦。哪个有世间法，伊个未向呢？不连堪称叫做正遍地啊！哦，端端正正、正正经经、明明白白，了解世间任何的状况，了如秋子啊，叫做觉者啊！哦，哎，那就真最好。所以拜佛祖，拜较准，欢喜心。无你啊，对佛祖愈了解人哦，你对愈钦服啦。就是一寡呢，天气当个做，也莫听佛法，也莫研究经典，自以为读两本啊社会书呢，就伫遐呢，讲高傲慢这款人呢，永远徘徊伫三宝门外，参佛无缘。啊，对佛法无了解人，伊批评，我就口业哩，佛无成才对了啊。所以咱批评人一个宗教呢，咱要对迄个宗教要深入的体证，深入的体证了后，你才能发表宗教是讲啥，哎，才会带来呢得主考验啊。所以讲过了，你愈了解佛祖呢，你心服口服，五体投地啊。但是这人，哎，伊无去研究，无去了解，无听无闻呢，哎，随便下定义呢。结果啊，断自己善根，佮输了真济人断人善根啊！哎，无功德可言，佮反倒当队友啊！哎，你最正最好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咱佮继续把这个涅槃经的道理佮念一遍，注意听哦。我以无量劫中具足成就，遍观三界。所有众生，无有堪忍为我师者，为欲随顺世间法故，是入学堂，故名如来应供净遍地。哎，你注意看有明辨吼，甲注意。好啦，下面咱要讲话啊。如果你我大家，咱人人拢会当护持如来正法。那么在今生乃至今未来时，你我大家拢我都得到金刚不坏心啦，能成就无量法器。哎，你最认真吼！来，咱运用这涅槃经呢，能识起佛祖，伊会甲你启示咯。伊安尼讲，涅槃经云：能护持正法因缘。故得成就是金刚心，释迦佛以往昔护法因缘，今得成就是金刚心，护持正法者，功德无量无边。当来之时，初心当为无量法器。注意，看到有明辨吼，这段不难明辨啊。总共一句。如果你能护持如来正法，依此护持如来正法的原因，譬如讲，你愿意印一寡呢如来了义的经典，如来圆满的经典，哎，唔是宽卡方法的哦，
无了义就莫印，印一寡会当互咱开悟的正果、幸福的经典，护持如来正法。那么以后你自然跟这如来正法相应，你会得到金刚不坏体。啥物叫金刚不坏体呢？就是能证了你的发心，好、哦、佛法会当互咱发心，就是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，要你明心见性。见到你本来主人翁，见到你本来皇宫，也就是你清净的本性来讲，叫做金刚心呢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在多生累劫中护持呢过去诸佛的正法，也因为呢伊护持过去诸佛的正法的原因，所以释迦牟尼用得到这金刚不坏心啊。那么咱就要讲话。释迦牟尼佛是如此啊！啊，你我大家凡夫众生的咱，啊，咱来当护持如来正法的位置呢？同款，你我大家拢总来当得到发心，也就是金刚不坏心呢、啊？这是必然的定律啊，必然的公式啊，必然的逻辑啊！你注意清楚吼，总讲一句。那么你我大家当定一观呢？了义的经典，圆满的经典，会当我们出世解脱的经典，甚至你发扬研究，会当讲经说法，讲一挂了义的经典，圆满的经典，能出世解脱成佛的经典，安尼，有一天，如本嘛，我都成就金刚不坏体啊。有一天，人阮嘛，我都成就一个法相啊，三个法相诶。总啊，一个国家的国王有将军，那么以我当年率领的百万的大军呢，南征北讨，能自在无碍啊，用命的来执政呢，摆平所有乱人呢、啊。那么这是批论，批论你是法相，哎，释迦牟尼佛伊下骹一个伟大恭敬说法的法相，哎，连恭敬说法如来主号。度化无量穷穷无尽众生啊，安尼叫做法相。那么你以后能成就，就是大事啊，能证成无生法忍吗？成就无量法器啊。那么你成就无量法器也好，成就法身也好，成就金刚不坏身也好，你要为静音，是啥物静音？护持如来正法。护持如来正法就是因，以后感召金刚不坏体就是果。护持如来正法绵延不间断落去，这就是因。以后你开悟正果成就发心，这就是果。成就发起就是果。你就明白了、哦，这段非常要紧哦。这也就是为安怎如本法师呢？恭敬说法。卖恭敬便罢，我来恭敬，我拢讲一寡了义经典、圆满的经典。因为我想要幸福，我想要幸福，我嘛希望每一个人呢，你我大家当中会当培养这正觉，踏入幸福的阶段里边。这是一向呢，我的目标，甲我的宗旨啦。那么，咱大家搁听这经文哈，会做人讲咯。涅槃经云：能护持正法因缘，故得成就是金刚心。释迦佛以往昔呢护法因缘，今得成就是金刚心。护持正法者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当来之时，初心当为无量法器。你注意观念吼，加注意恭喜恭喜再恭喜啦！因为要听到这话啦、啊，是个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因咱伫四龙工商无时间通研究经典、看经典，那么经过如本法师研究了后，公开性即个现实即个科技时代，透过电视媒体呢，会当人人。听到这个正法呢，这是大家福报啦。咱个注意听好哦。
那么来帮秘密秘密的、啊、实在无啥秘密唔秘密的、啊、秘密吼、哦、是针对无知人、无了解人、中下阶层人诶，诶是来讲伊叫做秘密的、啊。那么如果是有智慧人、了解人呢，伊并无啥物会唔秘密，无啥秘密的、啊。这密宗唔密宗啊，这对迄人无了解，所以有秘密的、啊。诶啊那了解为止啊，哪里有秘密唔秘密？无就密宗唔密宗诶，我有讲过了。在释迦牟尼原始佛教100%是无密宗的呐。哦，有人讲啊，罗侯罗修这密行就密宗，密就是无了解。那了解为啥呢？不免为秘密的，公开性的。经过释迦牟尼49年的讲经说法，哪里还有密唔密的存在呢？我讲过了，密宗是释迦牟尼灭度了后，差不多大概600年了后，才有密宗。四大宗派走出来呢，佛法是一味的，演变为各宗各派，迄是佛祖的弟子的看法的不相同，所以分支出来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，所以唔好其他宗派专家在误杀杀呢。哦，专家呢，安尼曲曲颠颠呢，唔知影真正佛陀解脱之道是倒位啦。这咱感觉真遗憾的所在。总共一句。密宗还是秘密，唔秘密啦，这完全是对着无了解、无明白人来讲叫做秘密。既然已经破明的啊，讲明的啊，哪里有秘密可言呢？所以呢，我运用佛陀伫要离开世间以前呢，直接梵经佛祖言讲咯。涅槃经云：如来实无秘密之种，何以故？如手弯月，虚空显露，清净无异，人界多见，无人不解，为之秘藏。智者了得，即不明藏。吼吼，注意啊！看了有清楚有明白无啊？三两句话就说入去、刻入去啊！讲到后你呢，清清楚楚啊，无啥好疑惑啊！伊讲啊，如来就是方所有诸佛啊，实在无啥秘密藏，唔秘密藏啊，拢总无，就是你无悟、无开悟、无见过、无了解，唔才叫做秘密。啊，对如来伊高地、伊心地来看一切法呢，无啥秘密唔秘密啊，何以故？为安怎讲呢？伊就做一个评论，春秋呢，秋天呢。8月15日的月光明的非常光明，不要紧，甲将要满出去啦，如秋天的满月同款，处在这虚空当中的光光明明，无任何乌云密布给杂掉的，当下全显露出来，清清净净，无空中的乱华乌云杂掉的。你我大家那正常的目睭呢，拢从看秋天15日的月呢，看啊一目了然，一对目睭就够啊，唔免补个两对了，叫做一目了然。啊，两对拍开个看，佫愈清楚个。愚人不解啊，愚痴人，无了解真理人，哎，或者是呢，不知无了解呢，个称呼叫啥呢？秘密啊，秘密服从啊。哎，叫做密宗唔密宗呢？哎，啊，智者了达啊，即不明为宗。有智慧人、开悟见个人、明白道理人呢，袂当称呼叫做密宗唔密宗、秘密唔秘密、宗唔宗啊啦。哎，你提清楚吼。哦，这段太重要咯。所以人日本呢，佫念一遍下，就结束啊，注意听好哦。涅槃经云：如来实无秘密之种，何以故？如手弯月，虚空显露，清净无异，人界多见，无人不解，为之秘种。智者了达，即不明种。哎，你自己讲了明白啦吼。
哦，讲到这来，等个高调，等个庄严，想要去讲话当中呢。哇，时间够到咯，想要讲话当中，时间无允准，会见啊。咱明仔载《楞严经》呢，第183天，同一时间再会。